想不到这短短的时间这样子先送了朋友再送走大哥，这感觉实在觉得好，人生实在好无力感啊。他对我影响真的蛮大蛮多的，他不仅是热心，他不仅善良，他幽默，他睿智，他有太多太多很棒的一个态度，是值得我们后辈学习的。你们辛苦了，短短时间之内，谢谢联络或见面，已经半年前的事情，所以我现在还要理解一下为什么他在这么紧密的一个追踪治疗会反而让他的状况没有被控制好，我想会想要再了解一下，好不好？你们辛苦了，谢谢。谢谢。小姐，不好意思，可以谈谈跟大大哥的交流。因为从小其实我们就是看着八哥哥的节目长大的，他就是他的笑容是那么的温暖，然后那就是非常好棒的一个大哥。刚刚你在里面跟八哥最后讲什么？我刚刚听宝仁姐讲说，八哥哥有一个心愿，希望我去达成。我不知道八哥哥给我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责任，这样。那我也希望八哥哥您在天之力，你可以给我更多的能量，然后，可以完成您的心愿，这样子。现在可能还不方便。Thank you.